其实情绪就到了这个过程了，学习了，确实学习，然后你可以感受他的呼吸呢，又会给他拉直筋，然后在你后面，就后面一直感觉他在后面用通过呼吸在表达的，然后就通过手的那种暧昧，然后情绪到了，然后消耗了。看到了吗？导演多么懂女人。多么懂这种。Nice。